你要还没到时间就办，你们着急，你要不要先洞房啊？彭先生，无论贫穷、疾病、困难、痛苦、富有、快乐、幸福、健康、亚健康，我一定这么说。新郎现在可以，哎呀妈呀，新为新娘。我坐这个位置的话，就这张照片应该叫第三个插足啊。梁姐干的好事儿，把这个拍下来发网上，给我粉丝看看。下面要开始扔绣球了。